人放了五只山羊，代表的是 respect。兔子加油，讲白一点呢，就是一个老娘没有时间理你。用语言学教你看懂 emoji， 你真的懂这些 emoji 的意思吗？第一个就是这只山羊，山羊在英文就是 goat 嘛，所以 goat 呢就什么的缩写呢？Greatest of all times。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 Twitter 啊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人放了五只山羊，五只山羊呢其实就是 Greatest of all times， 代表的是 respect。 好啦，接下来感觉就是一些很震惊的，这一个呢这应该不用多解释吧，看起来就是一个 but， 比如说 She has a nice 噔。下一个呢就是必须要讲的这个 eggplant emoji， 这个 eggplant 呢其实就是一个茄子啊。Yes， 那再来还有一个是这个 它怎么比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原本的意思是 small 啊，演变成一种专指小茄子的意思。比如说 How was your day， 对方可能就会回一个 James has a small day。 那当然茄子啊还有就是手啊还有各种不同 emoji 就会有一些组合嘛，那我就放在荧幕上，这些应该我都不用多解释了。下一个呢是兔子加油，这其实呢是有个意涵，是 being confident and dismissive， 讲白一点呢就是一个老娘没有时间理你的一个 emoji。 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想要 diss 别人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加上这个兔子加油的 emoji 啦。接下来我就要再讲组合技了，就是有一些 emoji 组合起来是有不一样的意思的。比如说像这个呢就是请拜托按喜欢，请拜托帮我按喜欢这支影片，每一次做这种两分钱的影片很奇怪，爱的人就很爱看，就观看时长就会很长，但不爱的人就连点都不点，所以我就让我觉得不知道要做这个系列，偶尔一个月做个一支聊这种比较轻松的，然后我又觉得有一点语言学相关的也不错啦。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帮我按喜欢。那下一个组合呢，这真的是我最近才知道的，是一个猪鼻子加上一碗饭，这会是什么呢？好，其实这个饭不是饭啦，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加上鼻子。对，通常可能会再搭配一个卷起来的纸钞。 Cocaine。 下一个呢是三个组合在一起的，最近很常在 YouTube 的 comments 看到，就是这个表情，它表达有很复杂的情绪，常常都是震惊啊、傻眼啊，或者是你想要 diss 别人的时候，也可以露出这个表情，也可以打这三个 emoji。这是2020年才开始流行的。来，我在 research 这个 emoji 的话题的时候呢，找到了一个研讨会的演讲，叫做 "The Linguistic Secrets Found in Billions of Emojis" by Gretchen McCulloch。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资讯栏，超级无敌有趣的一个演讲，我把整个都看完了，大概四五十分钟而已啦。然后它里面呢就有讲到，其实 emoji 啊它就跟方言一样，它是有很多地方特色的。比如说在美国最常用这些 emoji 呢就是在夏威夷，是不是很像刻板印象？但事实上真的是最常用这三个 emoji 的人就是夏威夷人。接下来呢最常用以下这些看起来不怎么震惊的 emoji 呢，就是在 Nevada 内华达州。你想说为什么是 Nevada 呢？因为其实 Nevada 呢就是拉斯维加斯位在这个州啦，所以大家去那边很容易 text 这些 emoji， 感觉呢就是精彩的一个夜晚。好啦，甚至2015年的牛津字典年度选出来的单字呢竟然是这个呢，官方的说法好像是 tears of joy 吧。曾经有一个争论，就是说他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，那正解就是他是笑到哭啦，笑到哭。如果说 emoji 有地区特色的话呢，我觉得他一定有时间特色。今年大家急速窜升的一定就是这两个，戴口罩呢还有 germs， 一定使用率呢大幅的飙升。所以我也很好奇说，就台湾有没有地区特色的 emoji。 我就想说应该就是高雄地区这个投票的 emoji 应该使用率大增吧，或者说查半天然后发现好像没有投票的 emoji， 就是很可惜。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地区特色，如果你有想到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在台湾哪一个城市的人会最常用什么样的 emoji， 那为什么，是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吗？